为了这个，他已经苦练了大概四颗凤梨。那为什么要先穿烫过？为什么不直接炒就好了？因为其他材料比较容易熟，才会跟其他材料一样那个熟。你的饭呢？为什么还包在塑胶袋里面？你怎么没有先把它摊开来？在炒的时候要先把塑胶袋揉一揉，才会粒粒分明。它有一点点的小技巧，在最后面就是加上一点点的。今天中午12点，晚间6点，公视 HD 频道，加油，小厨师。